开局整上一瓶菠萝汁儿。你的视频已经很久没放唱歌了。哦，原来你们喜欢听这个啊，那早说嘛，来唱歌起。啊，开玩笑的，咱们黑嘎保本吧。开局整上一瓶菠萝汁儿。黑卡里面会刷一些激素，哦这有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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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话了吗？老外两个 OK 了，两个 OK 了是吧？来，给你们加点料。在果断医疗房里面 OK 呢，这里尿不讲了，走了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哎呀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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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去吃。啊，什么装备？哎呦坤，哦，手枪仔。哎呦坤。原来是个，难怪咱们听不出来。AU 坤啊，消应的这个人，拿了把 AU 坤就直接过来冲我了。看来这个老外不知道什么是穷寇莫追啊。有猫之后过来红卡这边看一下，红卡这边的停车场开局是大闸的，过来看一下怎么个事儿。停车场好像有个手枪烂仔在点鸡哥，直接过来给他忙了。干他的，冲！怎么单点枪？他自己过来接了，倒头就睡了。本以为泡里泡外了要出事，结果反而他自己跑过来接了。看装备是个手枪烂仔就不停了。来红卡这边搜一下，就是国服啊！你不早说，哟 ，B， 目前一个 B 的价格的话已经高达700,000了。你不早说，那我。我带你一把嘛，对吧？会员可以让我给你当保镖，对吧？以后可以这样把暗区的模式搬出来，对吧？你想赚钱那简单，你看我上把，你看我上一把，你隔你们谁来不他不香？隔你们谁来都香炸了，兄弟都香炸了。我觉得这个活应该可以整，顺便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景阳护航啊！你不用起装也不用打架，两个人就空手进图，反正死了不亏，活了血赚。饼干，我都快渴死了、啊！饼干哟，显卡，啊！现在目前显卡900,000一张的价格，说实话也是有点突破天际了。看来这把多少是有点货的，再来开一个企划室搜一搜。你在等子弹？哦哟，一个比特币70，两个140了，加上显卡已经200,000了。哇，这把有点富啊！那既然都这么富了，再掏多两个机箱没问题吧？有两格没有？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，没有？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有两格没有？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有两格，我操，还有显卡，哇，这一把可以呀、啊！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没有，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没有，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。没有，看来是没有显卡了呀。两个办公室的话，就出了一张显卡也还行了，毕竟我是空手进来的嘛。两张显卡，两个币的话，已经超级血赚了。再掏一个机箱看一下，要是再来一张的话，我操，真给呀、啊！我操！两星显卡啦，两个币呢。